隔热浪板耐不住燃烧，直接从天花板掉到地上。消防队员拿起了庙子喷灭火，起火现场浓烟一直冒出来，生产凤梨树的产房到处都布满了黑烟，火势从天花板烧到墙壁，在消防队员的灭火之下，火势很快就扑灭了。这起火灾意外发生在今天早上九点多，位在南投市的八卦路上一家凤梨树工厂，疑似电线走火，冒出了黑烟跟火花，所幸及时被员工发现。你这都偷偷消防队出动了五台水箱车跟十几位的警义消人员赶到现场后，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火扑灭了，所幸无人伤亡。记者陈梦婷，南投县采访报道。